下来等到最后的胜利可以拿到3万元的化妆品。但是因为你也知道林鸿明天生丽质，所以他应该是不需要3万块等值的化妆品。所以这个3万块等值化妆品呢，如果今天哪一个学弟妹得到的话，我会去巴结他。你就好好的跟着阿妹去做巡回就好了，你干嘛还要回来？奇怪，你们两个回来就没火全场了啊！是谁啊？是刘明湘吗？就是我。他在那里，在下集下影。他对。拿完了。掌声鼓励！哇哇，这个学长唱的歌哈，已经让这个黎谦看到嘴巴都合不起来了。是，这是学弟学妹已经开了眼界啊。